对新人对于结婚典礼自有一套创新与独一无二的想法。如果邀约所有亲友来到大雄宝殿参加兼具时尚与庄严、西方与东方美学的婚礼，相信是很多新人所向往的。配合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美满姻缘佛化婚礼特展，佛光山兰阳别院也动员了全体同仁与婚纱公司共同举办一场佛化婚礼动态展览。佛祖帮他们做一个祝福，这样子的话呢，让他们在婚姻这条路上就可以比较 持久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现代的年轻人结得快，离得也快，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说佛教能为社会做些什么，那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幸运大师在50年前就已经在宜兰举办全国首创的佛化婚礼，在时下新人追求创新的婚礼同时，佛光山提供了庄严与时尚的另类婚礼美学，不仅颠覆佛学硬邦邦的印象，也提供新人更全套且完整的婚礼服务流程。因为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礼，然后因为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一个程序，然后很新鲜。从安排婚礼仪式到亲友见证以及佛光青年的祝福，佛光山的佛化婚礼不失活泼与庄重，让想要结婚的新人在佛陀的见证下拥有幸福美满婚姻的开始，往后也可以因为有这场难得的回忆，在婚姻路上彼此相互扶持，永结同心。雪翠新闻吴玉如、吴世伟宜兰采访报道。